大家好，我是主席一号候选人刘廷宇，希望大家把神圣一票投给一号，然后多多支持我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号副主席陈佩君，希望大家在投票期间把神圣一票投给我们，并且多多支持我们。一、开放便服日，我们将提出一个月开放4到5天的便服日，让大家可以穿着自己喜欢、舒适的服装，不再是统一死板的穿着制服。二、上下学时段增加电梯开放，以老师优先乘坐为前提，在上下学时段开放一个教室专用电梯供学生使用。三、冷气补助，一个学年内补助各班部分冷气费。四、合作社食品多样化，我们将依照作业程序申请增加合作社的食品。五、促进校际交流，多参与各校间的交流活动，或是共同举办活动，例如舞会、轻旅行等，同时也学习各校优点。六、加强社团交流，设置跨社团交流平台，促进交流，让各社不再是单一发展。七、自治会亲民服务，设置纸本或线上匿名给予我们意见或是批评的地方，使更多同学有机会为自己发声，并拉近自治会与同学们的距离。八、顶楼球场增设遮雨棚，让爱打球的同学们不再因为天气差而不能打球，同时也降低在炎炎夏日里中暑的几率。